最重要的一个动力。Make a good design, you need innovation, you need creativity. 当我学到一样东西，一样都好，小小的一样都可以。They can really learn absolutely anything they set their mind to learn. 去学习知识，获得技能，从而呢体验发现的快乐。你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这就是创建。They can develop their reasoning, have new ways of under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solving problems. 他们终于会摸索出一个又有功力又有内涵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致敬的也不是那些干巴巴的百科全书，而是那些改变世界的思想。我们文化的自信，这种传播的力量，它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去做的。就是你一定要往前冲。我们是国际的，我们跟世界的年轻人是想的一样的。这个是由这个信息时代所带来的。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辨认自己是一个我一辈子都值得做的事情。我干嘛非得活在别人的嘴里呢？只有你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善用细心，你要好好的珍惜你的每个刹那，每个当下。我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一直都在努力。それでも私たちはいろんなものを取り込んでは手放す。你应该相信自己，你也应该常常怀疑自己。我们从善，我们所有美德的东西，不是为了让它一下子发扬得多么大，而是身边点点滴滴积累，它自然会荡漾开来。每一天应该有变化，每一天要向前看。If you're gonna go do something, make sure it's like big and bold enough. 没有人就是此刻的自己，永远都在一张更大的网络之中。只要你争取了，往前走。你会变得更坚强，你会变得更聪明。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自己，你体会到了。科学的重要性通过这次疫情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未来十年，大部分人类需要思考五秒钟以内的工作都会被机器所替代。网络会连接的密密麻麻的，就是 IoT 设备无处不在。So not only is AI able to be creative,But also, it can become a god. These technologies are coming together and reaching maturity at the same time. Every industry today is both digital and global. 原来做一件事情，你可能需要一个月，啊，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人工智能来说，可能就是实时的，瞬间的。当你和机器可以充分的融合，你可以为机器制定规则，你就会变成了先进人类。对开放空间的自我定义。加强了民众对开放空间的支配权。流感有三个大的叫 ABC， A 的亚型就有16种，在我们人里已经安家落户的有 A1 和 A3 啊，所以它已经跟我们共存了。人生呢，要多一份思考才知道未来。我们从研究单个的系外行星的性状，变成了我们研究一群，这是一个全新的。行星科学 gravitational wave detectors, they may allow us to hav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up to the very beginning of space. So I believe this is a very, very exciting time. 人的想象有多大，未来就有多大。